你知道把小杰丢到那个海鲜池里面，里面的鱼全死光，因为他超爱吃鱼这种什么的，因为他那个污染水质进去，你就不用担心他会淹死，他就会把那些鱼给加刻光深刻。还有你如果吃笋可以，对对对，那个肉我已经吃了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了。今天排骨也是，你真的好爱吃排骨，你刚刚听到排骨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亦可赛听哎。不是，我就。特别喜欢吃排骨，吃哪补哪，你多吃点排骨就会变成排骨精。是吧？那我明天我给你买点那个肋叉子是吗？我觉得我可以给袁坤买点猪脑啊什么的。吃哪补哪。那这么说，我应该是吃猪头肉吃多了，脸巴子才这么。吃猪头肉，没点。吃猪头肉干嘛？啊，吃猪头肉长脸啊？你觉得脸上肉太多了？嗯，胶原蛋白嘛，都快滴出来了，胶原蛋白，你知道吗？都鼓，那脸都被胶原蛋白撑的都鼓起来了。我刚要加起来，你一说我就把默默的再把它放开来，默默加一道。我今天可以再来一个，问题不大。真的吗？没问题。我也觉得是排骨而已，那都是骨头，没有肉的。自己给自己一个旁白，一个信心。没事没事，我不胖，这块不会让我胖起来，对，不会让我胖起来，不会让我胖起来。你以为是谁啊？谁让我胖就胖。吃完了，我们要不收 ？OK， 好，收，吃完了，收。我去拿那个。走起。嗯。我们分开，因为那个桌上的那个碟子有一些还没摆。然后呢，外面这些你们就不要管了。嗯。外面这些你们不要管，你们就是进到，哎呀，这个笋，好可惜啊，这笋。哎呀，这个笋好嫩呐、啊！没关系。辣椒盐。猪姨。猪姨。那好，谢谢。跟着。我可以了，你可以吗？啊。哇，小杰的排骨被清空哎、嗯！真的，这个排骨应该超幸福吧？谢谢。这个不要丢，给我留着。嗯。我是留着，就是晚上饿了再煎。对，一会儿我就煎吧，煎。对，一会儿上完班我就可以。应该再拍一下吗？好，谢谢。上完班我就可以再吃进去。有了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。